它是西方人口中神奇的中国影子，始于战国，兴于汉朝，盛于宋代，元代时期传至西亚和欧洲。这个历史悠久的中国影子就是皮影戏。五尺纱窗灯一盏，七锦八幔戏一般，我呵呵呵一声喊，老人哈哈孩童欢。在戏场外大院里，在幕布方寸间，皮影艺人以其独特的表演技艺和浓郁的乡土韵味，讲述着一个又一个动人的故事。然而随着科技迅速的发展，这门曾经给无数人带来快乐的古老民间艺术几度没落到难觅传承人。传统媒介的瓦解，让人们很难再看见这项艺术的表演，传承与传播成为难点。2019年9月，谷歌艺术与文化携手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、王皮影博物馆以及中国非遗产业联盟，设计研发了近500幅高清皮影作品，并基于 TensorFlow 影像采集技术模型，将皮影及相关作品数字化，收录至 Shadow Art 智玩皮影应用中，通过识别用户手势，从而触发美轮美奂的皮影动画，演绎经典白蛇故事。向来高冷的谷歌携手最具互动力的知乎，献礼世界动画日，呈现智玩皮影创意互动，唤醒人们对皮影戏的认知与好奇。我们发动知乎的创作力，以优质深度科普内容邀约知友智玩皮影，共建弥补内容缺失，演绎皮影志趣，让数字技术成为皮影戏新的舞台，推动皮影戏的传承与传播。经过此次合作，我们在实现艺术数字化的同时，还帮助皮影戏实现了圈层突破，让动画圈层用户爱上了这一古老动画形式。与此同时，知乎大神对谷歌智玩皮影 AI 技术的专业解码，也实现了大众对谷歌科技形象的认知升温。线上科普引爆关注，线下交互装置演绎，让用户感受创新科技，让传统文化走进年轻人，再次回到民间生活之中。